大家好，我是 Pinky，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Don't Stop Never Give Up Pinky Don't Stop 耶、yeah! 今天呢要来很快速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个妆容，那就是斩男妆。这个妆之前我在 Benefit 24小时眉笔实测的时候有画，结果真的也有观众朋友在询问说啊，我的眼影是什么颜色啊，然后唇膏是什么颜色啊，什么什么巴拉巴拉，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我这个妆是怎么画的。在那天的影片里面呢，最多人询问的就是我的眼影是用什么啊，然后怎么画的，就是这一盘酱酱 NYX 的 Sugar High这个系列的眼影，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色号就是 Warm Rust。 我在去年有画一个闪耀的南瓜妆，如果说大家有机会或有兴趣想去看看的话呢，可以点这边的链接。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怎么用这盘画出就是不会抛的粉红色眼妆。这个妆我觉得一年四季都很适合，而且不止女生会喜欢，男生也看得懂。但是因为它的粉红色啊真的是太浅了，所以我有在搭配其他的莓果色的眼，在产品的使用上呢，你不一定都要跟我用一样的东西，那这个就是给大家做参考这样子。好，那么赶快来开始化妆吧。首先开始要画眼妆啦，一定要先把眼睛打好底，所以我会先准备一支晕染刷，这是 ELF 的 Blending Brush 来晕染我们的眼窝。那我使用的呢是中间这个浅浅的有点带红色调的裸棕色。那在上的时候呢，大家尽量 focus 在眼窝这边，不要往下带，因为等一下我们要叠粉红色，如果说太多东西混在一起的话会看起来脏脏的。大概就像这样子把颜色放上去，轻轻的带过，然后晕染，就看你想要营造什么样的眼型。我自己喜欢往上，所以都会稍微咻跳一下跳一下。那如果说你喜欢就是平平的，或者是顺着自己原本圆圆的眼型的话也都可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大胆的去沾这个带有蜜桃色调的粉红色，先用按压的方式去上，然后我们再慢慢的带开到旁边，让它们两个颜色融合在一起。可是这样子就是感觉色调太统一了，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来一点不一样的。我那天眼妆有使用这款眼影，就是 Lena 跟 Misha 联名的 SRD07。这个颜色是一块很漂亮很漂亮的莓果色，然后带有点淡淡的珠光。如果说你手边没有类似的颜色的话呢，像是 ZA 这块红色的眼影其实也是 OK 的。然后加强在眼尾，轻轻的把它晕染开来，不用带到太上面，控制在你的眼褶附近就可以了。然后眼头再来一点点，因为我的眼睛其实蛮抛的，所以我发现这样子的画法会蛮适合我的眼型，让我的眼睛看起来比较有立体感。那如果说你喜欢就是一整条这样子带过的话也是可以，其实化妆没有规则，就看你自己喜欢什么样子跟适合什么样子，再稍微带过，让他们有一个连结。接下来就回到这个 Sugar High 这一盘，沾这个亮片，哦哦，压在我们的眼睛中间，然后在旁边两边跟上面带开一点点。眼睛下方的妆容呢，我们就回去沾这个裸棕色，把眼睛框起来嘛，框到三分之一的地方就可以了。轻轻的啊，轻轻的，眼头跟卧蚕就拿一支小刷子，然后回去沾这个颜色，轻轻的放上去，眼头由上往下放啊，不知为何就是很精准，大家可以试试看。为了要让我们眼妆的那种光泽感更加有层次嘛，所以我们再回去沾这边这个颜色，加在我们眼睛的中间，再来一点，这边有够弹性，有没有？最顶端最顶端一点点就好了。你看这样是不是哦，很亮很亮呢，很亮很亮，然后就不会一整片都粉粉的，这样会有一种眼睛你知道立体感。卧蚕也回去加一点这个最浅的亮片色，哦，加碎加碎。眼线的话呢，今天使用的是 Love Liner 的勃艮第酒红色的眼线笔，
然后这个眼线笔呢，它虽然说是酒红色的，可是它带有一点咖啡色在里面，所以可以让你的眼睛看起来很温柔很浪漫，然后有点楚楚可怜的感觉，因为带点红色调在里面。依照你自己喜欢的眼型去画就可以了，像我的话就喜欢咻往上飞，所以都会稍微拉出来一点点。眉毛的话呢，因为是展男妆嘛，所以我们的画法可能就下手不要那么重，尽量是贴合自己原本眉毛的发色啊，然后线条也不要那么的强烈，符合你原本的眉型，然后我们再去加强它的颜色啊以及线条就可以了。今天使用的是 Benefit 的 Brow Contour Pearl， 后来我的颜色去换成 Blonde， 可是它 Blonde 竟然没有 Medium 的肤色，所以我是 Blonde Light。眉毛一定要记得都用眉梳梳开来，这样子如果说你有下手太重啊或是画不均匀的地方，它就可以帮你做晕染，然后梳开来你也可以看到说哦哪里有画好哪里没画好，再去做补强。眉毛呢现在都画完了，然后我最近很喜欢用眉胶来替自己的眉毛做定型，我使用的是 Brow Boss， 这是 Colourpop 的眉胶，很好用。虽然说会有一点点白白的，可是我觉得它有点强又不会太强的，这个效果很棒。再拿一支眉梳把它梳开来，如果觉得说它太冲的话，就再往后梳一点点这样。好，夹睫毛的话呢，我们就尽量把睫毛啊夹得很卷翘，然后呢最好是能够在天上飞，可是有一个弧度，我不是直角那样，是一个天上飞的，所以夹的时候呢，我就是会先到根部嘛，然后这样子一二三，就是有不同的角度去拉它，也不是拉它啦，就是不同的角度去让它夹翘这样。这边是没夹的骆驼睫毛，然后这边是有夹的，它就是会这样，然后有点超太卷了，可是你不用担心，我们睫毛膏一下去有没有，它的卷度就不会这么的夸张了。在刷睫毛的时候呢，我都会先这样子刷一下嘛，对不对？你看这样子一层就差很多了，然后我才会像梳头发一样这样由上往下梳。由上往下梳，让它上下都有沾到睫毛膏，然后再往上，前面就往这边，中间就往这边，借由梳睫毛的这个动作去调整你想要的样子。下睫毛我们就轻轻带过就好了，然后我自己是习惯说先轻轻的放着，然后再往下带，这样就有了。你看我就这样轻轻的放着，然后再往下带就有了，再梳开来。刷下睫毛的时候都会暂时停止呼吸，好，这样下睫毛就长出来了。我没有刷得很厚，可是你看有没有擦睫毛膏，就是真的差很多很多，这边就是有点啪的感觉。修容呢，我使用的是 Wet n Wild Mega Glow Contouring Palette， 修容的话也是尽量的自然小脸的妆效就可以了，所以用一支比较大的刷子，然后在你想要修饰的地方轻轻的扫过。让它有光影瘦脸的效果，像这样子，可是不会有一条很利落的线条。鼻影呢，我使用的是一样的修容产品，然后刷子是 Morphe 的 M505。腮红的话呢，我最近好喜欉这个颜色，它就是 Tarte 的 Fairy Flush， 包装真的是梦幻到不行。然后呢，颜色却出乎意料的不是那么的浮夸，是每一种肤色的人都可以使用的裸粉红色。擦给你看，我使用的是无印良品的旅行用腮红刷，这个刷子真是太棒了，很好用，然后好软好舒服，是那个人工刷毛的登峰造极之刷。腮红我都是放在笑肌的最上面，这样子就是不管你的表情怎么样，它都是在高点，而且呢可以跟打亮结合在一起，那个妆效真的会很漂亮。擦完一边像这样子，下巴也来一点，鼻子也来一点点，这样感觉有点卡哇伊。打亮的话，我最近就是不停的爱用这一款 Wet n Wild 的 Precious Petal， 它的色调是有点带玫瑰金色调的香槟色，我觉得很漂亮。我使用的刷子是 Morphe 的 Y14， 这款用来打亮我很喜欢。哦，
眉骨也来一点点，原本很雾面的妆感现在加起来就是充满了生气的感觉哦。天哪，打亮使我 happy。 其实我录影现在是我的月经第二天，所以你们会感觉到我跟平常比起来没那么活泼，因为就是我昨天晚上痛到啊，我是就是完全睡不着觉那一种，可是又不想吃止痛药，因为我白天的时候已经吃过一波了，觉得天哪好痛哦。但是想到拍片又有精神了，只不过就是没有像平常那么有元气就是了，请大家多多见谅啊。在你想要 glow 的地方都加一点点。其实我今天用的产品很多都是我七八月份的爱用品这样子，那都很推荐给大家。好，我们终于快画完了，现在妆容的最最最最最重要画龙点睛的地方就是我们唇彩。那这个颜色呢也是我最近的新欢啦，就这样 Precision Formula 的斩男色，它的颜色是20号。这个异状唇膏的颜色呢是我最近的最爱，连我在剪片的时候啊都会看我自己哦，然后想说天哪，这嘴巴颜色也太美吧，是什么颜色啊啊，斩男色，就是连我自己都想说天哪，这颜色也太美，真的很推荐给大家。而且它是一个不挑肌肤颜色的异妆唇膏，我发现呢、啊、就是不管说是白肌的女生或是像我这样小麦肌的女生擦都是完全 OK 的，谁擦谁可爱，谁擦谁活泼，谁擦谁年轻，然后路上的男生就是擦擦擦擦擦擦擦收割，斩男色真的很美。大家先看看我这个黑嘴唇，嗯哼，就是嗯对，好，大家擦完它你就知道是多么神奇的 transformation OK。 你看补过一层它的颜色就好饱和哦，而且不会很干，它是真的很像上唇膏的感觉。所以啊虽然会有一点点的转印，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在吃东西啊或是吸管喝东西的时候有一点点的颜色在上面，不要太多的话其实还蛮性感就是想讲啊，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斩男妆分享，希望你还喜欢。如果说喜欢的话，别忘了帮我按个赞，还有订阅、分享、按铃铛，订阅、分享、按铃铛。按下小铃铛的话，只要我有上传新影片它都会通知你，所以请记得回来哦。还有不要忘记加入我的 IG family 还有脸书 family， 在这里呢 Pinky 可能一个礼拜只会出现1到2次左右，可是在脸书上还有 IG 我可是 all the time 都出现了 all the time， 所以如果说想要跟 Pinky 一起 hang out 或者是 keep it up with me 的话，记得按赞追踪哦。好的，就是这样子，非常感谢你，那我们就下期影片见了，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日日是好日哦，爱你。啊啦啦啦